呢個獎學金特別就可以俾到我哋去到唔同嘅地方做一啲真係科技上面嘅一啲交流。佢哋研究一種喺非洲嘅寄生蟲咧，會喺嗰個當地幫佢哋攞一啲樣本翻嚟。我覺得呢啲跨地域嘅合作咧，都係平時我哋喺醫學院呢度簡單嘅實驗咧，未必會見得到嘅。咁所以攞咗呢個獎學金，認識一下醫療方面或者甚至係其他方面嘅創新科技咧，咁我覺得都會係一個將來做一個醫療同埋科技並重嘅一個醫生嘅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俾咗一個機會，我可以用四個月嘅時間去海外大學讀一啲航空工程嘅科目，令我對航空工程嘅興趣更加濃厚。而我所就讀的大學亦都有很多來自不同國家文化和讀不同學科的學生，和他們的交流令我學識更加包容，可以好好裝備自己將來投身創新科技和航空工程界。導師計劃是創新科技獎學金的其中一個元素，咁每一個得獎者咧都可以委派到一位導師嘅，俾到意見佢哋咧，話俾佢聽啊呢一個行業咧究竟個發展係點樣樣啊？我導師你要長博士啦，佢係引導你去諗翻，其實你自己最中意嘅係乜嘢？咁啊最尾揾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啦，而家就喺嗰度做翻助理顧問啦，做翻專責係產品創新嘅項目嘅。都好開心咧，可以有余醫生做我嘅 mentor 啦，好長時間都用即係中西醫結合咁樣樣去到診症啦，即係好興奮同埋好期待，即係接住落嚟呢一年或者甚至更長嘅之後嘅時間，會喺佢身上學到嘢咯。嗯，我自己都係重視啲教啲新嘅學嘅，新嘅第時會成為學者啊。咁我就希望第一個做老師傅啦，等佢打開佢視野，睇得估唔到嘅嘢，咁佢行咧就希望。行得更加燦爛啦！翻入香港咧，係即係中醫西醫行得埋，個機會大好多。你身上有好多嘢可以俾我學到，即係唔單止可能嚟跟診嘅時候學到，即係唔同嘅一套嘅方法，自己個人成長啊，揾自己嗰條路啊，將中西醫嘅知識好好咁樣融合，然之後用翻出嚟咯。呢、这個獎學金計劃咧，佢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喺呢個本地一個唔同嘅科研機構裏邊咧，去做實習嘅機會。咁我當時咧就去咗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咧，做一個暑期嘅實習嘅計劃。咁喺大概兩個月到嘅時間咧，我就接觸到好多好新奇嘅一啲編程嘅方式啦。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實在嘅經驗咧，俾我哋咧將我哋有嘅知識咧，實在去應用一啲咧喺眼前就見到一個問題，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經歷。我咧就安排咗去呢個通用電器嗰度做實習嘅。咁喺嗰陣時咧，我就係做 digital marketing 嘅嘢，因為我本科除咗有工程學之外，亦都有市場學嘅。咁呢一樣嘢可以俾我係真係可以實踐到市場學究竟喺呢個社會裏面究竟做緊乜嘢咧？佢呢一間因為係國際企業啦。它是一把遮裏面有很多種不同的東西做緊，那個範疇不會只是塞在自己的科那裡，那個眼界會擴闊了很多的，那這些是你自己意想不到的。就是一班的得獎者啦，去到社區度提供一些服務嘅，咁就以我哋學校嘅專業知識啦，去做一啲工作坊，等佢哋可以學習點樣可以製造一些好玩的小玩具，亦都可以提升到佢哋對科學或者工程的興趣。咁希望佢哋可以第時越嚟越學得更多的知識，咁可以推動到香港的創新科技。當時咧嗰個 workshop 咧，實際上咧就係關於可樂嘅，一個咁簡單嘅可樂咧，其實都可以咧挑起咧好多小朋友咧對科學嘅熱誠。咁呢個正正咧亦都係咧呢個獎學金希望我哋想做到嘅嘢。我哋咧有好多科學嘅知識，我哋咧唔係淨係留俾自己，我哋希望咧將呢啲科學嘅知識咧留俾下一代。我哋希望將我哋有嘅科學知識咧推廣俾身邊所有嘅人。
個 scholarship 嘅成立咧，佢個目的好清楚，就係、是、希望咧可以培育一班咧對創新科技有志向嘅一班年輕人。咁呢個其實咧都係俾到一個對呢個社會嘅希望嚟。我哋至少知道呢個社會咧，佢唔係淨係重視單一嘅一個產業，佢仍然咧係會鼓勵我哋呢班年輕人咧去創新，去保留住好奇心。去冒險的精神，他立意除了說是想對整體的社會有進步之外，都是希望、對於學生，對於我們未來的年輕人有一份鼓勵讓他們去嘗試，都是一個、可以開闊到眼界，還有、即接觸到一個國際視野的一個機會咯。所以、接觸不同的範疇也是我覺得在這個 scholarship 裡面是、獲益最多的東西。可能很多獎學金都是可能講下、你的學術成就、或者你去到那裡可以吸收到什麼，但好像是講到你怎樣將它回饋出來，將它學到的東西然後帶回來香港呢去貢獻這個社會，繼續走以後科學研究這條路或者做醫生這條路是更加有動力了。